Ciao, amore. Ciao. Buongiorno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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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 ha ha. 好。你们现在在哪里？我们现在在 Piscina， 在 Shearton 的 Piscina。然后是哪里的 Shearton？ 我们在卡塔尼亚，就是西西里岛，卡塔尼亚的那个。哦，西西里岛在哪里？西西里岛在意大利，最热情奔放的意大利，四季如春。有很开心吗？有旅行的感觉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你们的早餐吗？这是我们的早餐。看看里面，里面早餐是用这样，我们外面是野餐。他们好可怜哦。你看，我们这边可以享受阳光。对啊，我们有饼干，有苹果，还可以跳下去游泳。看后面就是游泳池。好了，王安迪。好，换我。去帮我喝咖啡吧。咖啡吗？做苍蝇。今天呢，我们在意大利的卡塔尼亚的西西里亚卡塔尼亚吃早餐。那你的早餐是什么呢？中立薯条饼干，从台湾买的哦，很好吃。还有这个。可以告诉我们这字是什么？斋。所以这位先生是吃早斋咯。好大啦。一天吃一个苹果就不会生病了。An apple a day keeps a doctor away. 所以你把不到医生咯。不好，泌尿科张曼华比较好。射护腺按摩。拜拜，等下要去Taomina，拜拜。